来，让开一下下。哎呀，吃这个，他已经饿了。好吃吗？行不行了？啊，你说，看饭。手手啊，来，手手按这里，手手。还记得之前妈妈教你的呀，用手手按干饭啊，按干饭呀，真乖呀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会了一点点。他目前还是只知道我把手放到这个上面，把他的手放上面，然后他知道要把按动就有东西吃，但是他不知道主动把手放上来，还得让我辅助一下。按他，按咕噜，按他，你得按他，不是握手。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给他教的啊。现在这两个刚刚一个是握手，你看他想吃的就要握手，还有一个就是站起来，他懂这两个互动。再给大家表演一个站好不好？好，咕噜来站，咕噜站。哎呀，真棒呀，咕噜。他现在就知道这两个，所以我在教他这个的时候，他总是就是因为特别想吃，所以他总是要伸手跟我握手啊，或者说站。你看，这是握手，但是现在我不能这样满足他，如果今天这样满足他就没法进步，所以得让他还是按这个咕噜，按咕噜。别急，来手手按这里，按。不行，坐好，坐，坐好，手手按。手手来按，哎，对啦，你看他现在只知道按，但是他不知道把手放上去，就很难了。这个按咕噜，你看他还是不会。来按，你得按，来按，你得按，来咕噜。他现在还是没搞懂这个逻辑，就是复杂一点的逻辑，他可能还是不会。来按，所以这要反复的训练。把他的第一个任督二脉打通，后面的这所有按钮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。我看别的博主要教一个月，少的聪明的是一个月，然后不太聪明的可能要一年半载的了。你过来，嗯，干饭，哎，干饭，对，干饭，干饭，哎，对，干饭，连续按了好几次，哇，拿走了很大一颗。干饭，对啦，干饭，干饭，干饭，哎，对啦，你不按就没有，手手按，手手来按，干饭，哎，对啦，干饭，嗯，不是握手，你是按它，按它，干饭，哎，对啦，干饭，你下面想吃，你自己按手手啦。他现在把爪爪放到这上面在踩着呢，他可能以为是把爪爪放上面就有吃的，要想知道吗？按，继续，你按，你说，干饭，干饭，来，干饭，干饭，哎，对，干饭，我会不会训练错误了呀？继续按，按一个，下下下来，再按一个，按一下，按，干饭，哇，哦，他自己按了。我的妈呀，现在才训练一个星期，刚不会是巧合吧？好，手手下来，再来按按咕噜，按按干饭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咕噜竟然会了，我现在激动的浑身颤抖。干饭，哎，对，干饭。哎呀，咕噜真棒呀。干饭，哎，对，干饭。可是饭干完了没有啦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没有了，我们下次再练哦。今天下课啦，真棒，我们下课啦，咕噜真棒呀。